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好吗？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就一个问题，请你回答我好吗？嗯。我已经尊敬的对你说，回答我一道题，可以吗？嗯。你说我是哪里对你不好，还是我哪里差，还是哪里不行？你可以随便说，我可以改。但是我有自由的时间呢，我不能没有自由啊，我不能光在学习身上啊。你觉得呢？学习必须劳逸结合呀，明不明白？嗯。我写完作业了，我把我自己的事情干完了，难道我娃还有问题吗？难道我娃还有问题吗？我把我自己的事情已经做完了，我自己还有问题吗？行，那你可以玩会儿，但你不能玩太久。我9点就睡了呀，我还能玩到半夜。你说我玩过半夜吗？看你最近表现挺好，那就允许你再玩。还看我最近呢，我每天都表现很好。那能继续坚持下去才是真正的好。我也不是说非得让你如何如何，但是我知道你很努力。还如何如何呢？你要要求我，你要是要求这样的机器人都忙不过来，我长八只手都忙不过来的呢。还说你给我的压力小，真行，有本事你试试我这个压力。你贷款可以找人借，房租你可以自己赚，也不用担心我。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，我自己可以自己写作业，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，我自己可以睡觉，难道我还需要你吗？我要是自己能做到自己独立自己生活的话，我还需要跟你在一起吗？我告诉你，最后告你一句话，请珍惜我们孩子的儿童时光。好，我珍惜。来。